paid my dues. Time after time. 好，比赛正式开始。边路的进攻，邝兆雷啊，这是小，是小戴进来啊，我还没有给进来，再往这儿敲大门。杨荣凯右脚啊，传到了小邝。邝，这是国安的一个犯规，这其实还是可以的。我罚进来头球，抢到了这一点，还有补射有没有？哇，补射还是打在了他的身上，应该是。开场抢断，看看这个球，挑一下再做，看看小赵机会，漂亮！小赵的左脚，漂亮的配合。我说小赵今天该爆发了啊！果然是小赵首开纪录。能不能给我啊？来了，这是邝兆雷单刀了，自己直接带进了球门啊！一个反击啊，都不知道这个球是怎么过来的啊！邝兆雷形成单击，形成单刀啊，单刀2-0，继续，别放松，正常抢下来，带过来了，我这是。看西方这是谁呀、啊？小后哥过来了，给老二，老二往中路给到后点，邝兆雷起脚打门，哇，这脚打在了立柱上啊！邝兆雷找老二，老二被带分到小戴这个边，小戴一对一，想通过，还是没有机会，往回再传一下，传进来后点头球。哇，第二这个国安家长的这个声音也能判断一下场上的形势啊。你看邝兆雷继续拖自己进来啦，看看到了禁区内，还是传到后点给老二，老二停的球漂亮，当时老二终于发威了，也这是接邝兆雷的传球啊，停的很漂亮，左脚停球右脚射，3-0。到中路，插进来了，老二看这球，啊，还是被卡住了身位啊，应该是出了底线了。送到边路，起过来，邝兆雷，还在带，是到了三人的包夹。杨荣凯是左脚啊，啊，这球怎么罚？罚进来，哇，这是挺危险的，还是。林彤，哇，老二还在抢，往里走，给到中路，哇，又是角球，还是给老二转身，进来了，张国臣，再给杨荣凯，往里吊，哇，这是一个外脚背啊，有点，抢下来了，哇，给到老二，单刀了，哎呀，没打门呀，这一下。啊，判了点球，啊，这是老二的犯规，点球，啊，又被门将扑出来了，进来，哎呀，第一点是被解围了。最后滑了一下啊！啊，这样是主裁判下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，代表怀柔出战的中国足球小将啊，是3-1啊战胜了代表东城出战的国安，拿到了北京市世运会的冠军。